これで。あ、OK。台湾で。台湾、あ、あ、あ、OK。お願いします。他叫我。で YouTube。YouTube。見ます。OK。溪里、河里，自然等你。大家好，我是詹志比。我们今天来溪里面钓鱼，但是用的不是飞钓竿，也不是田卡拉竿，今天用的是手竿。但比较不一样的是，我手上拿的这一个。这三个毛钩四挂是我到日本哦，那个小村有树江户河竿大师他送我的。那它的作用是用在手竿上面的毛钩钓。那我今天特别呢拿出来试验看看。然后用的竿子是我二十几年前买的粗眉的这个溪流竿，哦，应该是八公竿，那我还没有用过，那不知道整体的感觉是怎么样。那我有大概看了一下，它这个手竿用的毛钩四挂，它前面有一个会浮的白色的浮球，然后后面一个红色的，是利用这个的重量把毛钩给荡出去，就是利用这两个浮球的重量把毛钩甩出去，所以是用手竿就可以玩的咯，不是田卡拉竿哦。那它的正确的这个日文或者是中文的名称其实我也不知道，这是小村有书送我的。那如果知道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这个东西到底叫做什么东西的日文或者是中文的。好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来组装开钓吧。这一把老竿粗眉，哦，那时候的售价还是不便宜的，哦，很轻的一把竿子。好像比较不一样，它这个设计就是第一颗有重量，然后最后一颗也有重量，所以甩出去的时候就这五枚毛钩就比较不容易打结。放网哎，是放抓什么？都是无锅鱼啊！要回去，这应该是抓毛蟹的吧？要回去吧。上鱼。马口鱼，蛮好玩的，有点像类似田卡拉一样，但是它就是荡出去而已。不过现在水怎么这么脏啊？好脏的水啊！为什么是乳色的？
皮哥，我们沾一下手，试一下。第一次相公，两只马口，这么大只的乌龟也死了，可见水质。哎呀，钓了一阵子了，我大概了解它的作用，就是前面那个白色的是让你抛的，然后橘色这个是类似浮标的这个用意啊。你就是抛出去要让它自然飘啊，如果有咬的话，橘色这个会沉下去。当然它也有帮忙说这个整排不容易打结，因为在尾端加一个重量比较不容易打结。然后我也可以自然飘完之后就开始快速拉，拉的时候拖出水温。啊，西哥也会追，哎，追也蛮好玩的。哦，那当然，因为这个地方西浮有点太小了，我拿这个杆子太长。我们下次有机会去大一点的西浮，还可以再试试看。那我们继续钓吧。今天第一只红猫说掉了。体验完毕了。先说一下这条溪，这条溪一年被整治两次，真的是完全没生态，下游都有挖的超平的，也没什么石头。以前还有很多的红毛溪哥，现在几乎都没有了，太少了，都是无锅鱼。然后我今天使用这一组毛钩手竿用的毛钩丝挂组，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啦。就是如果不会甩前竿啦，然后也不会用 fly 的话，那想要用毛钩来玩溪哥的话，用这个钓组还不错。哦，你用一般的手竿就可以了。然后它最主要是靠前端的那一颗白色的那一颗，它也有用木头做的，然后那颗重量甩出去，然后让它自然飘。那我发现它尾巴那个橘色的是有点木印的感觉，只是如果鱼有吃那颗会沉下去啊。如果飘到直之后没有的话，我就轻轻拉回来，拉回来刮水纹的时候，西哥也会追。那刚刚有一尾无锅鱼也上来追，也中了。好，那这个东西它的正确名称叫什么？我其实真的不知道，这是小春有树他送给我的。那如果知道的朋友呢，那就在下面跟我留言讲一下，不管是中文的名称也好，或者是日本的名称也好。那我们今天到这边了， OK， 拜拜。